好多落叶呀。 专门卖dirty。就这种老房子的小店特别有味道。这家咖啡馆好像只有晚上才会开。这边小路的两侧都有一家晨光文具，然后右手边这一家 Nona 是很有名的面包店，旁边是卖 gelato 的。 面包挺好吃的，而且服务也是不错的。这边是小店，专门卖生鲜的，蔬菜、鱼肉都有吧。这边这家 Akinomen 是很有名的早午餐店。 这家是旧址，然后现在我知道是在南京西路站
Nicoland 旁边有一家，右手边是上海市第二中学，据说是胡歌的母校，我不晓得有没有记错，有记错的话记得纠正我。然后往下走的话就是太原路，